哎呀，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。那会儿可以玩水吗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湖嘛，叫柳叶湖，因为它有一个柳叶的形状，然后它也是洞庭湖的一部分。哦。因为我也是很久没去了，我是小时候去过。哦。但是现在我听说，就那边有摩天轮呀、啊，还有。我想坐。我也想坐，我还没坐过。我也是没坐过。但是我以前我说过，我说我以后一定要找到我心爱的女孩子，我才会跟她坐。那今天你不能坐。那今天你也不能坐。对，那你今天一个人坐吧。对，要是坐的话，我也只能一个人坐。他那边还有那种什么乐园什么的。麋鹿乐园。对，柳叶湖其实现在建设的特别好。嗯，什么都有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好。柳叶湖到了，漂亮吧？哇！哇天、啊，还有太极啊！这很练心哦，这个。这衣服好看哎。我会打太极拳吗？我也是，我小时候也学过。哎，我奶奶就打太极打得特别好。我初中广播体操就是太极拳哦。双峰贯耳，转身帮篮锤。我们大学课必须得学这个。双峰贯耳。我们也是双峰贯耳。哎呀，我想在这么热的天练这个，真的好练心。哇，棒棒棒棒棒！这边是游船码头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哇，现在我们柳叶湖建的好好。